状态很不错，是，就是受制于这个天气和场地，是。让球让到禁区里面，加速往底线，哎呀，看左路怎么样，飞身再爆攻，漂亮漂亮，哇，亚历山德里尼真好，哎，青岛黄海这20分钟不到的时间打了3个倒钩，难度最大的就是他这个，离得最远的也是他这个。哇，这个、这个倒钩进球堪称今年中超联赛迄今为止的最佳进球。对，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呢都堪称很好，先是周俊臣的突破传球啊传中，然后呢王伟不停球，很明确的抄一个高球找亚历山德里尼。哇、哦，这个球打得太棒了！再看一下，哎，整个动作舒展，而且是在往回退的过程当中，身体飞起来，伸展到了极限，